我们表演的团队，那是来自我们高雄县屏东县雾台乡，我是高雄县哈，也是卢凯组，所以我把也带进去了哈，那么是我们八八灾区的这个嘉木部落，那么他们在表演的阶段里面有三个来跟各位分享，那么第一个阶段，所唱的、所表现的，那个就是他们对我们承办单位，也就是我们生存发展协会理事长，我们孔文举立法委员所主办的这次的年货大街，他们非常的高兴，在偏远的地区，尤其是南部八八灾区，还能够受到长官的爱戴，让他们有机会到台北来较量，看看我们文明都市的一个社会，让他们有这个机会把他们的产业在这个八。